你在看到那边有不正常放电，你看到？哪一个？就红红那一个。不是，像旁边的。旁边。看一下，它就是这样。医院做那个脑波要很久。我们马上的。他睡觉会摇头吗？你眼睛尽量闭起来，不要动哈。好，再下下就好了。眼睛尽量不要动，眼睛尽量闭起来啊。
那有时候动作比较大，有时候比较小。睡觉还会摇头吗？我不知道。睡觉睡气的怎么？觉。再下下，再做一下可以吗？哈、哦。已经证明了，这样已经很证明了，就是他这边脑波放电的时候，他就摇头，这个是然后像好像迪波灯这样，不过它是局部的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年轻人哦，你看他非常明显，那个放电哈、那个你看一下，我把他脸遮起来，这样你说一下，你给他遮遮，头也遮了，你看，脑波出来他就动了。我们大部分人哈、脑波消失以后，治疗以后脑波消失这个不会动，现在可以证明了，脑波不正常的斑点，你看出来很明显，它是脑波不正常。它那个跟动不动没有关系，是脑波不正常的哦，这样子。不是它故意要动。不是动，不是你身体动脑波就动，脑波跟那个身体不会有关联，就是它脑波不断不正常的放电，他的头就会动。所以你要不是说他动了那个动，自律神经是不能这样动，脑波跟他没有关系，都是脑波不正常的动。跟那个自律神经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自律神经是你完全不能动，所以他是脑波不正常。这样可以的，你可以把它拆掉。好，可以，我请他小姐。可以拆，这样就可以。